点，哎，其实它很多字看起来都真的是拆的，怪怪的。点，猪，点，绕动，跳上去。好，猪的话，这个折写的还蛮方硬，方硬短，然后这两个代表日了。文是扁的，扁的，绕动拉开。书，书严格讲起来并不大。他写的还蛮瘦劲，哎呀，这好长，撇出去，点到方硬，拉动一下啊。味道是写的有点松，不过他这里奇怪，这样感觉先写这个不就很奇怪？他这里有带上去的动作，不过去那边拆的怪怪的。好，点。关的上面这两个点距还蛮远的哈、哦，啊，这撇过来以后，口就用这代替了。好，那锥的部分要收紧，啊、哦，基本上锥收紧，关靠近，瘦瘦的，窄窄的，这个笔画抄出去，抄出去，停顿，绕一下，勾上去。蓝，这个蓝呢、啊，手部写的非常的轻盈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老小，那这个绝对是拼的啊、哦，所以这边看起来还断了。这个张开，绕动一下，再接上一个箭啊。那以这样来讲，右边的占很大的位置，左边的。只是小小的陪衬，锁，轻轻瘦瘦的感觉有点坏掉，这个倒是超出来了，往里面带起来，还算蛮有姿态的啦。做沿带着拉长，所以这个字气略有斜上去姿势哈。点，然后这里压低一点，不过还是有点斜的哈。论，有些字怎么看都是觉得拼的，像这个字也是觉得拼的，拼的怪怪的，好硬，然后突然来一个有斜度的，所以这个很多铁不从不同的铁拆出来就有这个问题啊，绝对不是同一个风格出来的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它是集合不种各种不同的风格的王羲之啊。序也写了很多次了，所以他集合这么多不同的王羲之里面，当然还有分所谓的真的王羲之跟假的王羲之。其实你不要担心了，绝对有弄到假的了，怎么可能？皇帝都拿到假的了，更何况这个老百姓。